广告。腾讯视频里 QQ 看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某某 XXX。 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0:10:37直播10:37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.5×1.0×1.25×1.5×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。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集锦 C 罗首秀八胜，不进尤文被反超后压哨绝杀3-250种出期5100-0076-09iq6gq 播放模式 HTML5HD 分辨率 1920×1080 视频宽高 848×481 5% 视频协议 TPCDN203.205.158.74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帧数错误马版本号 3.10.372018年8月21日12:35:36播放流水第四 FCA 2011-19B122KF0B3418ADC21B6F702 本地月置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集锦 C 罗首秀八射不进尤文被反超后压哨绝杀3-2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 在一脚首秀铩羽而归后，C 罗还在等待他的尤文联赛首球，在这里他迅速融入，在与迪巴拉迅速组成 CP 组合后， C 罗已经彻底融入意大利的生活。在训练间歇期， C 罗乘坐直升机度假，他带着一家六口人身穿尤文图斯球衣拍了一张全家福，在这张幸福照片下马塞洛忍痛点赞， C 罗在 INS 上晒出这张温馨全家福，在短短半小时内这张照片就赢得超过200万人点赞。 C 罗给这张照片的配文是尤文图斯之家， C 罗的离队引起众多皇马球迷心酸心里空落落的，而马塞洛作为好兄弟曾经在 C 罗离队后两天没有说出话来，后来马塞洛的深情告白感动了全世界，而这一次马塞洛给这张 C 罗全家福忍痛点赞。在照片上 ,C 罗怀抱的是去年夏天出生的龙凤胎马特奥和伊娃，而乔治娜怀抱的是去年他生下的女儿马尔蒂娜。迷你罗站在 C 罗脚下踩着球，穿着尤文图斯球衣，乔治娜尽显母性光辉，姣好的身材一览无余，一家六口都穿着尤文图斯球衣晒出了尤文全家福，场面温馨让人羡慕。The end.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